不仅我听你的歌，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，我的学生也听你的歌。哦，你是那个小学语文老师？对，我经常给他们放你的歌。你不怕他们的咬字会变成不清楚吗？不会。对对对，我后来有变得比较清楚，尤其在唱中国风的歌曲的时候，我的咬字比较稍微清晰一点。对对，但是因为以前唱歌有时候就是觉得，可能我要怪方文山哦，我觉得问题都出在方文山写的，因为他写的歌词太难了。对对，如果是比较白话的，大家比如说对吧，告白气球，这很简单的。对，但是《兰亭序》哇，真的要看一下歌词。那我好奇，你给你的小朋友都是听什么歌曲？给我的小朋友听《稻香》，还有《听妈妈的话》，还有《兰亭序》《青花瓷》，就是中国风的歌曲，教他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，对，继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没错，那你该不会要带来一首中国风的歌？今天点的是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》。等一下，刚刚不是聊中国风聊得好？平常咬字太清晰了，这次想那个快些。好，那等一下，那我来改变一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》变成中国风的歌曲。等一下，哎，雨欣老师，给我一首歌什么调？什么调？什么调？哦，那你把 C 大调，把那个 C 大调的，我们把钢琴变成琵琶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钢琴变成琵琶的感觉，明白吗？来，你弹几个音我听一下。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鼓呢？这时候来个 B-box 试一下 ，B-box。拍子大概是这样啊。OK 吗？可以吗？啊、哦，等等，我是一个一个来的啊、哦，老师不要急啊，哈、哦，不要急。来，那有笛子吗？有笛子，笛子的声音，露比老师弹个笛子的声音吧。前奏呢？来，然后呢？雨欣老师，你的琵琶来一下 ，C 和弦的来。不错哦，不错，哦，这个即兴来一个，这个不错，来继续。